确切地说，本职工作是对七星拳。哇，说宁光，宁绝云间归来之人，恕我身处方间，礼数不周，但我带来的这封信，是宁光小姐邀请您。你说邀请啊？是的，宁光小姐是这样说的，请她来，我要见她，在群玉阁，我会陪她一根一根的剪断繁杂的暗流之线。那个自称甘雨的使者丢下这几句话就消失了呢。不过我们居然收到了离月七星的，跟有钱人见面一定要注意礼仪。呵呵，有幸受邀前往群玉阁做客的人去，你们去吧，不过别忘了送仙典仪的事。你们从群玉阁回来以后，我们下一步会合的地点是迪花洲。嗯，我们不会忘的。别吃点什么好呢？客官，不来块蒲石试试手气？到时候万一有小偷作案怎么办？